吃午餐。这边很有名的呢是川洋料理，那它的前身是空军的餐饮部。我平常跟很多人一起来的时候，都会点它的那个消元宝，就是猪脚，好好吃哦。那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人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会点什么好吃的料理呢？餐吃什么 ？Go！点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在这边吃过的料理，香酥脆鳝，我觉得它好好吃哦，香香脆脆。其实蛮常在饭店里面吃到，每一次就是一桌啊，大概只能吃到一两根。可是你在这边，我可以一大盘全部吃光。就是你看，它炸得酥酥脆脆的，因为它是有点甜甜的味道，上面还撒了白芝麻，真的很好吃，还蛮推荐这道菜给大家吃的。